姐怎么了？你表姐，你表姐叫什么名字？本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，一名国姓男子逾汇款账户内减存款项至陌生账户，疑似遭诈。经了解，是罗南在网络认识，自称是酒商之女子。对方称现在开始开放抢购限量马年生肖茅台酒，目前一瓶难求，且投资利润高达五倍，但需先付定金。经远警告知，此为诈骗集团惯用话术及相关案例，罗南实打消汇款念头，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正常合法的管道，对于不熟悉的投资标的更要谨慎，切勿盲目跟风投资，以免受骗上当。